编号9165，圈口58.4。这只手镯呢是一只细糯底带飘花的一个正圈的手镯，看一下整只手镯这种飘花的感觉，星星点点的滴了几滴在这个手镯上，形成了手镯的一个美感，让整只手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整体来说还是算不错的啊，比较有生机感。这只手镯的水头很好，但是通透度有欠缺，美中不足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这里有条饰纹，轻微的有点小抠感。然后这里的话有点表皮上的小糙感，那这啊都是些小糙感，然后还这里啊，有点表那个有点小小的小石纹啊，这里的话呢轻微的小抠感，然后从内圈看的话呢是隐隐约约看得到一点点的，其实呢有几条小纹路也很正常，反正人无完人，玉无完玉吧，只要是它不是断裂都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经常的正常的去佩戴它，没有大磕碰的话丝毫的不会影响到这只手镯上手的效果以及它的牢固性的。